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嘅狗犯之地。事實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呢一個亦都係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邝荣雪。嗱，頭先咧就講起呢個愚蠢無底線咧，就係同呢個即係 mobile media 啦。那個信息傳播嗰個快速嘅程度咧，係即時性有關的。而每一個人咧，亦都可以通過呢啲嘅即係社交媒體咧，已經係就個新聞表態。嗯、其實差唔多係公投嚟嘅。嗯，係嘛？無論嗰個新聞係寫到你幾正面都好，如果你係一個黑人憎嘅人咧，你寫得越正面咧，就喺呢個輿論嘅生產過程裏邊咧。嗰啲公投嘅效果啱好調翻轉，又或者應該調翻轉咁講咯。你整個題目出嚟咧，end up 咧就俾大家去不斷參與討論，不斷即係加油添醬。其實將件事明明咧正面變負面咯，即係其實個道理又好簡單。Okay? 所以變咗大家覺得點解啲公眾人物咁蠢？其實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佢唔知道個時代改變咗。嗯嗯。咁就今日咧，我哋就即係喺啲節咧，我哋就每一個環時間裏邊咧，都會講一講呢、這個。即係介紹我啲書。係啦，嗱，依個咧就係我最中意嘅環節嚟嘅，其實喺三不管裏邊，就係咧今個禮拜有乜好書介紹，想同大家介紹一本童書。咁但係呢本童書咧，就與其話係童書咧，亦都係非常之適合成年人睇嘅。依本書咧，話説咧係1964年咧就已經出版㗎啦。咁但係冇錯，但係點解能夠一本書咧經歷一個？半個世紀啊，而家2015啦 ，OK， 好啦，點解可以經歷一半個世紀成50年咁樣喺永遠都成為一個暢銷書咧？當然入邊咧一個好大嘅討論性喺度，而呢個討論性咧，與其話討論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爭議性。咁啊，爭議性首先介紹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咧就嘅名咧就叫做《The Giving Tree》。Okay? 中文的譯名就叫做愛心樹，其實我就覺得有點勉強。他 giving 的意思不是就是愛心，他這個 giving 的意思不是講緊話施，即係施與受的施，不是。或者我們講一下故事，書名怎樣譯？
讀由得聽眾又好，讀者自己去諗下，其實啱唔啱咧咁。咁啊，話説咧，呢個古仔咧就係講一個細路哥。咁啊，呢個古仔裏邊咧就分開五個階段嘅。五個階段係乜嘢咧？咁講呢個細路哥咧，佢從細咧開始咧就好中意咧喺一棵蘋果樹下邊咧就玩。咁啊，包括咧就走去爬樹啊，就摘個蘋果嚟食啊。咁啊，到即係喺度玩到攰曬咧，咁佢就瞓喺個樹角咁度就瞓覺啦。OK。咁由呢個細路哥好細個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啊圍住呢個樹就開始成日玩啦。咁而呢個樹咧又同佢咧即係感情啦，即係佢係二人法嚟嘅。咁呢個樹又能夠同佢交流嘅。OK， 咁好有感情，好有關係。而呢個樹咧又好 enjoy， 即係好享受咧呢個細路仔嚟探佢嘅時光嘅。即係佢哋一齊結伴喺度傾偈啊，玩遊戲啊。佢去爬上棵樹度即係當棵樹好似打千秋咁樣咧。嗰棵樹一直以嚟都好開心嘅，咁啊，直至到呢個細路哥咧，好快咧就踏入呢個少年期啦。咁啊，去到少年期嘅時候咧，佢開始就少咗嚟啦，因為自己有自己嘅少年人生活，咁啊唔多嚟探個樹啦。咁啊，樹啊開始就覺得咧有啲孤單啦。咁啊，直至到呢個細路仔再出現嘅時候咧，咁樣個樹好高興啊，咁佢就覺得哎呀好嘢好嘢，你又翻嚟啦咁。咁就即係不斷咧，就嬲個細佬哥就係話：喂，你快啲爬上嚟啦，爬上嚟攬住我嚟到打千秋啦，同埋我又有蘋果啦，你快啲摘嚟食啦，啲咁樣啦。咁呢個細佬哥咧就同佢講就話：我已經大個啦，我已經唔再中意好似我哋以前咁樣成日都要玩捉伊恩啦，又或者咧要玩打千秋啦，我唔中意啦，我其實咧係需要另外啲嘢啦。咁樹問佢啦：咁你中意乜嘢啊？咁啦，佢話我咧就中意，我而家就想去買我自己想要嘅玩具，不過我冇錢。就同棵樹講啫，你有冇錢啊？咁咁嗰棵樹就話：我當然冇錢啦，我只係一棵樹咁啦。咁但係咧，嗰棵樹就話啦：不過雖然我冇，不過咧我可以令到你有嘅。就點咧？你要摘咗我啲蘋果，拎出去市集賣啦。咁樣 OK。咁個男仔咧就諗下啊，係喎，咁好啦，二話不說，就將樹上面所有個蘋果都摘曬落嚟，就拎咗出去市集度賣咗。咁啊，將呢啲蘋果變咗錢之後，佢就可以有錢買玩具啦。呢棵樹咧就覺得啊，咁樣我咁樣做咧，令到個細路哥咧就會有錢啦，咁佢就會好開心啦。咁而即係總之佢開心，個樹就覺得開心。對，咁個樹又覺得好開心，好滿足啦，覺得啊，我可以滿足咗你嘅願望喎。咁好啦。咁於是者，佢當佢攞咗啲蘋果攞咗去賣，跟住變咗錢，變咗玩具之後咧，呢個細路仔咧就更長時間冇再翻嚟啦，因為佢冇再翻嚟探棵樹。咁呢棵樹咧就開始越嚟越孤單，越嚟越即係覺得好即係好失落啦，咁樣。咁啊，隔咗好長嘅時間咧，呢棵樹一直咁等，一直咁等，終於有一日。細佬哥翻嚟咯，個細佬哥翻嚟嘅時候咧，個樹咧就直情咧係即係興奮到咧震曬 ，OK， 真係都唔知點同佢講，咁啊用即係發震嘅聲音同佢講就：你快啲嚟啦，你快啲嚟打千秋啦，我又有蘋果啦，你嚟啦，你咁樣。咁個細佬哥就同佢講就係話：我好唔開心啊，我喺呢一度咧，即係覺得好。覺得呢一度咧，即係令到我都冇出路嘅啲咁樣。咁點解咧？就係、是、我已經唔係細路仔啦。我而家希望有嘅嘢咧，就係、是、我希望有自己嘅家庭，我希望有自己嘅細佬哥，我更加希望咧有一間可以令我有瓦遮頭嘅屋嗰啲咁。咁佢話：你可唔可以俾間屋我啊？咁咁嗰棵樹就當然話：當然我唔可以啦，因為我個屋企就係森林啦嘛，我唔需要屋噶噃嗰啲咁。咁但係個樹又同佢講啦，不過其實我又有辦法令到你有間屋嘅，不如咧你斬咗我啲樹枝啦，然之後咧斬啲樹幹出去咧就自己起間屋啦，好冇？咁細佬哥又同樣咧嗱嗱臨咧就走去斬咗啲樹枝同埋啲樹幹出嚟，就孭住就走遠啦，即係走咗翻去起屋咯喎。咁呢個樹咧就即係望到呢個細佬哥個背影孭住啲樹枝同埋樹幹咧，咁佢個心裏邊覺得好滿足啦，好開心，因為覺得佢覺得幫到個細佬哥有瓦遮頭啦咁。咁又係如是者啦，隔咗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呢個細路仔又冇再翻嚟探佢啦。咁佢當然就即係由呢、這個由孤單去到心尾去到好傷心啊，佢覺得咧啊，點解你咁耐都唔翻嚟探我咧？咁咁啊，終於呢個細路哥翻嚟啦。翻到嚟嘅時候咧，佢當然佢已經唔再係一個細路哥，佢已經變成咗一個中年人。咁呢個中年人咧就同佢講就係話：，唉，我咁咁呢個樹同佢講就係話：，快啲食蘋果啦！我又有蘋果啦。咁咁啊，細佬哥話：我已經唔想食蘋果啦。我而家希望咧就係、是、離開依個地方，因為我覺得咧依個地方咧係冇發展嘅，即係冇前途嘅。所以咧我希望我可以離開依一度咁。佢話：你可唔可以俾一條船我咧？咁咁個細佬哥唔係嗰棵樹就係話：我當然冇辦法啦。其實我只係一棵樹，不過不如咁啦，你咧就斬咗我樹幹。我個樹幹可以去挖空就做嗰個船啦，咁樣咁然之後，咁、那個中年人咧，亦都從不考慮嘅情況之下咧，就
斬咗佢，斬咗佢，就孭住嗰個大嘅樹幹就走咗咧，就去咗造船咧，亦甚至咧就離開咗個地方。樹咧去到依一刻就用一個仍然自我安慰嘅説法，就係我好開心，但事實上，其實佢個樹心裏邊已經知道，其實我已經唔再開心，因為我其實下一次可能冇嘢俾你。咁預示者又隔咗好耐好耐好耐，個細佬哥已經係變成咗一個老年人啦。去到佢第五個階段，個老年人翻到嚟嘅時候就同佢講，就話我翻嚟啦。咁但係嗰個樹就即時就同個細佬，即係依個老年人講就係話對唔住啊，其實咧我今個時間咧，即係喺呢一刻咧，我已經冇蘋果，什麼都沒有再可以俾你啦，我冇嘢俾到你啦咁。居然咧，這個人咧就同佢講啦，即係依個老年人同佢講就係話，其實我已經好攰，乜都唔要。我已經冇牙齒，亦都食唔到蘋果啦，所以其實咧，我乜嘢都唔需要，我只係想坐喺度，乜都唔做。喺個樹幹下邊休息。我只係想喺個樹幹下邊，咁但係其實即係已經係個樹已經好虛弱嘅。咁個故事講到依一度咧，其實就個。下面是怎樣呢 okay, 我時時都是這樣、okay? 你自己去想想下面是怎樣，因為我不喜歡將整件事說出來，大家就不會有興趣去看本書，你可以去探討一下其實後來的結局是怎樣呢。這本書為什麼我想拿出來說呢，就是故事其實很爭議性的，因為這本書在64年出了之後呢，在這50幾年的中間呢、是出現過很多的討論、不同角度的讀者呢他們有不同的看法。我第一個印象就覺得那個主角男主角就貪婪、所以咧就不顧嗰棵樹，然後純粹為咗自己利益。咁、最後尾其實佢先至發現，佢需要嘅其實唔係嗰啲嘢咯。係，即係我你講俾我聽嗰陣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諗到，冇錯，就係貪婪嘅問題。冇錯冇錯。嗱，但係調翻轉咧，有亦都有讀者咧，即係我喺睇完呢本書之後咧，即係有。看到有很多網上的評論，亦都有讀者就會覺得就是那棵樹是不啱的，因為你是不斷地去縱容它，即是一種放任的態度，它要什麼你給什麼，要什麼給什麼，要什麼給什麼，那就會很容易令到那個對方自己，即是根本上你是縱容了這件事，本來明明它不需要是這樣的，但到最後你令到它變成這樣。好了，所以呢其實這本書當中想傳達一個什麼意識呢，我自己看到呢，這本書呢有趣的作者呢是在個文字上面，這棵大樹呢一直以來呢都叫這個首歌呢做孩子的、okay? 它有一個隱喻呢，就是好像一個父母和一個首歌，即是跟個仔女的關係，而事實上呢它想即是在那叫即係佢 directly 喺直接上面咧，就係一個意識咧，就係即係一種母子關係。係啦，即係父母咧，永遠咧對細佬哥佢哋要嘅嘢咧，溺愛嚇都係一種 spoil 嚇，即係你要咩我俾咩，你要咩我俾咩你 ，OK？ 甚至佢話你要蘋果俾蘋果，要樹枝我俾樹枝，要樹幹嚇，甚至咧到最後咧，我樹根都俾埋你啦，即係俾埋乜嘢都俾曬你啦，你咁樣。咁究竟呢一樣嘢當中係你真係對佢令到佢可以有一個作為？做到應該一個即係有意義嘅，有造成一個有即係能夠獨立自主，有培養到佢自己，即係長大成人啫。抑或其實係你令到佢永遠都只係會不斷苛索、不斷攞，同、埋問人咯，自己冇責任咯，係啦，乜嘢都問攞。即係咁，所以其實個爭議性就喺依度。究竟係依一個咁嘅關係與即係與此同時，究竟係淨係父母同細佬哥，抑或其實係依一樣嘢可以係任何關係都可以嘅，情侶都任何嘅關係都可以，你可以即係適合擺落去嘅。嗱，依本書咧，其實當我睇完之後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即係好大嘅諗法，就係、是任何嘢咧，如果你從一個角度去睇咧，所有嘢都有兩面。當你覺得如果我係從我細佬哥嚟講，我冇我就一問你攞啦。咁、而個父母就係我有我就梗係俾你啦。你咁樣咁，但係究竟係咪依個就係一個正確嘅方法咧？或者係一個維持到個關係嘅方法咧？係咪就係你用因為我可以永遠俾到嘢你，所以就可以 keep 得到個關係？當你唔可以俾到嘅時候，其實好多父母都係咁嘅。佢到而家細路仔廿幾歲。都是不斷，他結婚給錢他擺酒，沒錢買樓給首期就給錢按了自己層樓、然後就去，即我們跟一些認識地產的人都講過，很多現在的新樓其實是根本上父母買給小孩子的，其實、就是那些小單位、就也都將自己層樓明明已經退休了，即已經是沒有收入了、還要拿去加按、然後為了照顧他們工作，為了照顧他們的住或者照顧他們的家庭、甚至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雙職的父母將個細路掟翻去俾自己父親，即係自己嘅父母阿爺阿嫲咯，阿爺阿嫲去照顧，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係不斷發生緊嘅。其實係啊，咁就我覺得亦都係最終講緊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都係施與受。嗯，施嘅人本身其實佢要知道我乜嘢為之一個 optimal， 即係去到邊度。嗯，而受嘅人咧，亦都要咧有一個嘅理智咧。適可而止啦，適可而止。你開口去到某一個地步，亦都係要有一個嘅，即係自己要有一個判斷啊。係咪要聞到攞埋個樹幹？你有冇諗過企喺對方諗過？如果佢俾埋個樹幹你嗰陣時，佢會死嘅咧？咁樣樹根啊，係啦，俾埋條根你啊，係啊，即係種埋條樹根俾你咧，可能會死。咁咧就我覺得係唔係淨係母子關係嘅。亦都唔係父女關係等等，可能係朋友嘅關係又好，情侶嘅關係又好。其實任何關係，就算你係朋友都係一樣嘅啫。即係無止境嘅一個依賴，或者對方無止境嘅一個縱容、一個包容，所謂嘅包容。或者你去到社會問題都係噶，而家好多爭議都係咁噶。我哋要對新移民包容，呢個係一個原則性嘅問題。譬如去到德國，而家你見到出現喺新年嗰陣時候大規模嘅性侵，係牽涉到呢啲嘅。中東的新移民的時候，整個社會情緒開始反彈，所謂的包容去到什麼底線呢？那個沒有一個所謂的客觀標準，我覺得，而是個社會約定俗成的嘛，是大家一個集體的判斷來的，其實，所以也是，我覺得施與受這件事是大家值得思考的。就節目結束之前呢，其實我們就想講一下呢，其實我們那個城寨呢就在跟住那段時間咧，就會構思了一些新節目嘅。咁亦都即係去填補呢一啲舊嘅節目咧，就即係因為主持人嘅離開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嘅，我哋就同好多節目主持人傾下，即係應該點樣去發展啲新嘅節目咧咁啊。咁嗱有，因為其實都交代一下啦，因為我哋見到琴日阿探長咧就出咗一個 post 嘅，咁因為事前咧即係探長都有同我哋講過，就因為係咁啊，佢有嘅，佢自己都有講嘅，因為佢都即係。WhatsApp 咗俾我哋咧，就話俾我哋聽咧，佢嗰個支出同收入咧就唔即係生活上嘅需要係生活上面冇辦法解決，咁到對佢嚟講咧，即係做節目你要做好嘅節目咧，如果因為工作上冇咁嘅時間。在他來說實在是很吃力的，更加不要再說要大家，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去肩負一些財務的東西。等於黃師傅呢，其實我們即早前呢黃師傅跟我們說的時候，其實我們都不需要討論，大家都明白的。很明白。原因就是他說我要就要即因為我哋每一次見到佢身水身汗，做完節目，唔係最主要咧，就因為佢而家咧就喺上環度有個 office， 咁咧就要真金白銀要交租嘅，咁所以咧冇辦法要開課程咯，就係係啦，同埋你唔可能話喂我中意做我做，唔中意做唔做咯 ，OK？ 咁你一定要好老實講，你交租你一定要喂當當聲，每個鐘頭都係錢嘅要交租。探長，我哋即係佢上個禮拜六我哋即係構思新節目嗰陣時咧，佢都有大家一齊坐喺度 brainstorm 嗰陣時。有都就參與。講佢話而家啲客要佢坐喺個電腦前邊，好長時間，好長時間，一要就要改完之後即刻要交貨，咁即係根本上佢都話唔定。其實佢嗰個時間究竟可唔可以嚟到做節目？應該好需要咁講，其實係要湊客。係啦，其實你冇辦法唔湊佢，因為如果唔湊佢，你究竟係咪想唔要嗰單生意？其實大家而家都明嘅，做 freelance 咧，其實嗰個環境咧唔係以前咁好啊，因為咧第一競爭好大，第二咩咧亦都好多嘅即係壓低成本嘅原因。係即係佢揾得 freelance 嘅原因都係想控制成本嘅。係咁亦都將啲 job 一次到好零碎。第二就係吊住你。即係佢又唔會完全令到你冇得做，但係咧你又要即係要付出好多咯，其實係。即係所以即係我哋好了解。譬如在探長來說，你要賺食你沒有辦法，沒有的，其實是等於黃師傅一樣，一講到大家都明白的，其實是就是城寨我們由一開始到現在，其實我們堅持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問你收錢啊收費啊，我們正正就是因為不希望，就是剛才我們講 Giving Tree 的故事一樣，我們不應該不斷去問苛索的聽眾，叫他做這樣做那樣，然後將那個成本 operation 的成本就有一個很靚的直播室，或者就算我哋而家，譬如 Gordon 幫我哋做 audio streaming， 可能有陣時候會甩咗嘅，好似上次我哋做撈鬆咁啊，中間即係因為聯絡嘅問題，溝通上有問題咁啊。咁我哋認嘅其實，但正正就因為我哋個信念，我哋成日問我哋做呢樣嘢嘅信念係咩咧？
就我哋希望用最低嘅成本可以 last 得最耐越好。嗯。咁但係當然主持人本身咧，我覺得 first priority 咧，大家都接受，一定係佢嘅生計。你冇咗生計嘅話，去投入去做一個義務性質嘅嘢，我覺得係當然嗰個道德情操係好高尚。但是这件事是不 sustainable 的。嗯、你说调回转，如果到他生计可以维持得到的时候，而大家又再可以合作呢，我觉得那个关系才是即是长久。嗯、即等于黄师傅一样，如果他觉得啊是我现在讲我有时间可以回来去做一段时间的，那就 OK 了。嗯、是吧，那譬如有一些节目的题目也都是做到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可以，即好像干糖、哦嗯、或者是很难找到人去讲、哦。那我可以去調換一些新的節目呢、嗯、所以我們就構思了一堆的新節目，而且我覺得也都其實 我很感謝聽眾呢，他們很好的，譬如我看到探長今次、他要離開、嗯、樣他有些聽眾很好的寫，他就說即一直以來都很欣賞你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事、okay? 也都很幽默地即有時間就回來，我覺得這樣就會不會俾一個好大嘅壓力，對方就會覺得係啊點解啊，你又唔撈啊，你係咪有啲乜嘢啊？即係咁，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做人唔需要咁樣不斷去即係揣摩啊，究竟你哋係咪有啲乜嘢啊，做乜嘢啊？你咁即係我夠膽咁講，就係其實乜都冇，只不過咧正就係因為我哋乜都冇，咁人哋要。每一個人都要去揾食嘅，可能仲好簡單嘅啫嘛，即係咁簡單。我覺得咧，應該俾一啲空間人哋。我老實講，佢得閒個時候，佢能夠搞得掂嘅時候，我即係我真係一啲都唔會懷疑人哋會翻翻嚟啊，冇所謂嘅喎，係咪？但係如果你調翻轉，而家講到即係好似咧，即係好有問題咁樣，其實網台界咧，我哋不斷喺節目都成日講嘅，我哋唔好咁多是非，唔好咁多陰謀論嘅揣測。不要在個網台那裡去攻擊其他，我們都很少討論其他網台的人的節目或者他們的言論、嗯、原因也是這樣，其實大家只是想聽你做好的節目、嗯、那些是是非非將台務作為節目內容那些就不是我們的口味、嗯、我們也都沒有這樣的心力、嗯、去 take care 這些東西，所以如果你說要想 comment 又好什麼都好，即係我覺得你們的自由，這個是、嗯、但是我們的台不朽的定性，我想你由開始聽我們到現在年紀其實都是一樣的，不是很多聽眾都 很明示你的，譬如我見到 Rachel 又好，見到 Margaret 又好，就哇，即係我希望你即係生意快啲上軌道啦。如果你的、生意可以上翻軌道咧，就你會翻翻嚟啊。即係好明白嘅。同埋探長做 Stage Two 其實係早過做城寨嘅，佢係做 Stage Two 已經係城寨之前嗰兩年、嗯、已經創辦咗呢個直播嘅音樂網站，嗯、即係 YouTube 嘅。咁佢希望多啲時間擺翻落去做 YouTuber 嘅，即係 Stage Two 嘅嘢咧。其實我覺得是順理成章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其實他曾經講過的，其實有時候做一次 live 的演出呢，其實得百幾人甚至幾十人看，是即是我希望能夠什麼呢，大家對城寨的支持一樣可以支持 Stage Two， 同埋即大家都是一個即是自己的自發自主的平台來的嘛，亦都即是我覺得呢，對新的主持人呢亦都要有一個即是要有一個俾他們試一下那個包容，因為如果我們這樣說，我覺得會對新主持呢，他們會可能很 discouraging。 這個我覺得也都是，因為你很簡單，自主媒體和主流媒體的分別是很簡單，因為大家都是一個義務性質的、嗯、大家都是拍膊頭，他們覺得呢，喂，我有話說，我也都覺得呢可以有什麼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他們就來參加這裡 的、嗯、的即工作啦。但是如果到頭來就是呢，我見到有些聽眾呢，他們會有一些言論就會說、欸、我覺得他們現在不好聽、啊、這樣，即我會覺得公不公道呢，不是就算你不 like， 即係就算你話你而家我 dislike 你啦，我急講緊就唔中意你啦，可能酸咁樣，我都會照講，我都會覺得依度每一個人都只係一個義務性質。同埋我覺得咧，留言去打擊人咧，其實都即係唔係幾費勁嘅。其實嗱，我唔中意，譬如咁啦，我唔中意鄭裕玲同 I Love You Boys 啦，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唔會聽嘅，就係、是、講完嘅。咁咪就係咁咯。但係就係咁嘅啫，個世界。但係就唔需要，就係、是、我淨係聽呢啲嘅啫。而家已經冇嘢俾我聽啦，你咁樣。OK， 咁 sorry 咯，即係真係 sorry 啦，真係 sorry 咯，即係我都冇辦法。我都聽唔到你。我有乜辦法呢？我又真係冇辦法。所以其實我哋個心態只係覺得啊，而家有個平台，但自己做好自己嘅崗位。同埋自主媒體咧，記住，我哋係一個自主嘅媒體。自主媒體嘅精神係咩呢？我覺得是多元和自由、嗯、
所以嚟嘅去嘅係自由嘅，冇 binding 嘅，冇話你一走咗我就鬧你。因為我哋以前我哋面對啲嘢實在太過痛苦啊。嗯，每一個人離開都俾人鬧到係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賤人咁樣。我覺得呢種方法呢樣嘢應該喺我哋手上 stop。嗯，唔應該再係咁樣。而走咗嘅亦都係我哋朋友，翻嚟嘅亦都係我哋朋友。嗯，留喺度嘅更加係朋友。嗯，咁所以咧嗱，好多聽眾做下支持者又會做埋節目嘅喎。我嗰日見到阿 Lens 隔離嗰、那個。咦，我話乜唔係上次網聚嗰陣時候秋月嚟嘅咩？咁樣咁又做咗聽眾，又做喂阿大 N 又係聽眾嚟。大 N 原本係阿 Anthony 即係舊 C O D 嘅節目主持人咧，佢原本係聽眾嚟嘅。咁而家就亦都我哋上次同佢傾好啊，佢想做個咁嘅懷舊節目，亦都可以揾啲佢嘅朋友嗱，佢、咪令到我哋認識咗多啲人咯。係係嘛，佢講打機嗰啲，哇！我咁勁嘅啲人係嘛，譬如阿 Joyce 咁樣，去台灣去做選舉採訪咁樣，佢又打電話入嚟啊等等。即係我覺得記住千祈呢，如果個平台你話係開放嘅話呢，應該就做到真正嘅開放。咁所以我哋就會咩呢，再去搵一啲物色一啲新嘅主持人去填補嘅。咁嗱，譬如我同埋其實都唔係物色添啊，其實調返轉你可以舉手啊。係啊 ,exactly, 即係我哋其實之前上個禮拜六我哋有講過就最完我同阿探長傾過諗下。我哋就係講話其實我哋應該開放個平台，如果你覺得喂我又有嘢講，我又有嘢講，我咪嚟囉，你咁樣即係其實我哋歡迎囉，其實你可以做主持人，呢度絕對係一個開放平台。所以呢即係我覺得呢，即係大家唔好喺即用一個放大鏡就去話，喂啊邊個邊個走咗啊，邊個邊個走咗啊，而家咧就好恐慌啦。第一根本就冇呢樣嘅事，第二就係點解我哋唔可以用一樣嘢睇，就係、是、有人走，亦都有人加入，應該用呢個方法，而唔係咧即係話，誒嗰陣時啊邊個批死你哋啦，你哋為利益就走埋一齊。首先我再重新講一次，其實城寨根本就冇利益可言咯，因為根本我哋冇收錢，我哋又冇諗住發達。OK， 嗰日我聽到一個電話啦，即係有一個聽眾就會話，就同我講就話，希望我哋咧要如何怎樣即係集資啊，點樣可以做大間公司啊？如果唔係你哋冇發展啊咁。即係一接到個電話嘅時候，其實佢同我講就係話，點解你搭上書局啊？你係咩嚟人嚟㗎？點解你唔係？點解冇 staff 㗎？你叫你城寨啲 staff 嚟同我講嗰啲咁樣，你呢度咩地方嚟㗎？你咁即係當然，可能呢個聽眾真係唔係跟得好貼啦。其實即係我哋由 day one 開始，其實我哋從來都冇寫字樓，我哋從來都冇城寨嘅員工，完全都係即係幾個人就走埋一齊。好簡單啦，我哋嗰個乾塘嗰條 banner 就係探長砌嘅，係啊，個字就係我寫嘅。是啊，就是咁咯。upload 嘅就係可能阿 Carmen upload 嘅，就係阿探長 upload 噶，佢仲真係問我，就話喂，係咪 up 上去啦？咁我啦 ，go go go 嗰啲咁樣。其實即係我哋全部人都係邊個得閒邊個做，係真係咁嘅啫，就冇得話依啲嘢係邊個做。我仍然係嗰句，我哋個初衷就係離開以前舊個 D 一百嗰陣時，大家個經歷都係好唔愉快，係每一個人俾人抹黑、俾人攻擊，然後咧就講到你十惡不赦。我覺得呢啲嘢咧。既然我哋經歷過，其實係唔應該喺一個自由自主嘅媒體裏面咧，係唔應該用一種咁陽痿紅色嘅年代嘅 concept， 好似就係你由無線跳槽嘅亞視咧，你就係撲街。以前係咁噶嘛，終身唔聘用，跟住你由呢份報紙去咗蘋果咧，亦都終身唔聘用。跟住你由商台去咗港台咧，又終身唔聘用。喂，大佬 ，come on， 而家咩時代？而家基本上話俾你聽啦，聽眾都卧虎藏龍啊。你唔好話淨係咩啊，唔好話淨係我哋呢啲主持人其實只不過因為過去某啲嘢有認識，所以做咗一個牽頭嘅作用。但係牽咗個頭之後，實際上我覺得如果亦都係認真嘅，如果聽眾你覺得有啲咩新嘅類型嘅節目係你自己有能力去做得到嘅，其實我歡迎你哋，大家約個時間上嚟坐低，我哋大家可以傾下。又或者其實好簡單啫嘛，喂，你 propose 下，即係你咪話啦，喂，其實我哋覺得或者開咩類型嘅節目呢一方面可以咁樣，因為其實。想講嘅，所有呢度啲人咧都係兼職嘅，一個人已經做戴幾廿頂帽啊！即係我老實講，我而家行出去咧，跟住讀書會阿 Lens 咧已經喺度不斷喺度撩啦，就係話夠鐘，三點鐘讀書會，而家係2:46，即係我哋已經係做完一樣做一樣，做咗個做咗個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可以，你有一啲 idea 同我哋 share 嘅，我哋真係。即係無言。嗱，咁最後尾我哋講翻我哋有啲咩新節目先。咁咧就我哋而家構思緊嘅咧，會有一個講關公大災難，就係講呢個即係企業公關、企業同埋呢個即係一啲外國嘅好嘅例子啦，香港一啲衰嘅例子啦，同埋香港啲好嘅例子咧，
即係而家越嚟越重要嘅。其實即係其實公關點樣去 handle 一啲 crisis， 明明嗰件事咧係即係芝麻綠豆嘅，但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紅乜就燒着曬火。OK， 好多人都唔明嘅其實。咁我哋會解個前因後果啦。嗯。即係點解會芝麻綠豆變成着火咧？嗯。而着咗火之後去救火嗰啲人點解攞啲豉油去救火，或者攞啲生油去救火，結果啲火就燒到紅紅聲咧咁。咁第二個咧就我同阿楊師傅即係呢個推股啊，嘅其中一個主持人啊，咁同埋阿 Anthony 咧就會做一個叫做炎黃解毒片啊，就唔係牛黃解毒片啊，係炎黃解毒片。嗯，炎黃就唔係炎羅黃，唔係炎羅黃，係炎黃子孫個炎黃，即係話我哋學習緊嘅呢啲所謂嘅民族主義嘅教育啊。出年推行的呢個中史課程、啊嗯、究竟哪一些是扭曲了的意識形態、嗯、哪一些是假的甚至是創作出來的一些民族的神話不是真實的呢、嗯、那就、我們三個呢就會去主持一個新的節目的、嗯、這個跟住有一個咧，我覺得嗰個係非常之有趣嘅，即係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好得意喎！你咁咁就係咧，而家咧我哋喺網上邊咧，好多時咧都會見到一啲YouTuber， 即係拍 YouTube 片嘅人啦。OK， 咁呢啲 YouTube 嘅嗰啲片咧，好多時你哋會覺得咧，真係突然之間眼前一亮嘅，你會覺得哇，譬如 Asha 乜鬼嘢，點解會整啲咁嘅 KO 呢個王晶第一段片咪都得意咯？係啦，即係有個後生女，佢就出嚟咧駁斥呢個王晶，就佢話咧即係即係而呢個人咧就係非常之流利。是一個雙語並重的一個外籍人士、嗯、但他就能夠流利講廣東話，他就出來批評，就是哇 TVB 我不看的，喂你那些東西經常都在勾曬的，即他從一個年輕人角度，他就是說喂現在我們都不是看這些東西，你還在硬硬拍這些東西、嗯、以為大把人看好心啦，你這樣、嗯、即他會出來將他的看法講出來。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片呢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年紀裏面，無論工作上無論時間上都沒辦法可以好像他們那麼快，哇他們簡直是這樣，依頭出他們那邊知道了。所以我們想了一個很歐的 term、就是我提出來的、嗯、其實我說可不可以有一個在新媒體的 K100 的節目呢？咁就跟住我見到有啲主持人望住我 K 一百咩嚟？咩嚟噶？包括就係呢個蠍子王就係咩嚟噶？安靜都望住我咩嚟噶？係啊，因為佢哋實在太細個啦。OK， 咁我哋個諗法咧就係、是、係啦，你係 OK， 咁咧就其實就是將在網上邊呢個禮拜瘋傳最 hit 嘅或者將會 hit 嘅一啲 YouTuber 嘅片咧，係啦，咁我就攞上嚟就會即係同大家分享，同埋仲有就係話俾大家聽點解或者有幾多人睇咗依喂可以未必係香港嘅喎 ，OK， 唔一定，係啊，當然唔一定香港。最主要就係因為喺互聯網上邊咧，真係冇同埋甚至未必一定時事添㗎。係，我發覺嗰日有邊個俾我睇咧？施主俾我睇咧、有個大叔教煮嘢食嘅咧，嗰啲起嗰啲 title 咧，起嗰啲每一集嘅名咧。是笑到不得了的，是很過癮的，其實我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那就即我覺得呢，這個既然有這個電影的影評、既然有這個惡評有書評，有書評，那為什麼我們是啦，為什麼我們會沒有一個網上面的評論，網上媒體的平台的評論呢、所以我們就會開一個這樣的新節目，這個就會就將加入的啦。是啦，那就另外有一些就構思當中就聯絡緊合適的主持人，就未可以公佈住嘅，咁就當然亦都係一些大家認識的，即係我哋有新嘅有三個新節目加入，係，嗯，暫時嚟講，咁我哋就會即係再重新去執一執，睇睇嗰個，因為上一個禮拜六咧，我哋就係、是、即係所有主持人坐埋一齊咧，就係、是、做一個2016嘅即係、展望啊，即係我哋會點樣做咧，亦都即係就睇翻2015過去呢段日子裏邊，有啲乜嘢係做得好，有啲咩做得唔好，咁即係做一個檢討啦，一個回顧啦。咁所以2016我哋會即係陸陸續續啦 ，roll out 依啲新節目啦。而仲有一樣嘢嘅就即係執一執啲節目嘅時間啊，即係譬如譬如三不管會唔會仍然留喺4點至6點咧，或者星期六咧，係啦，即係我哋會重新再安排個時間表啦，係啦。差不多了，我還要這個主持這個讀書會，跟著還有得10分鐘吃東西。好啦，今集呢就是錄影的，其實是提早了兩個鐘頭錄的，因為我們跟著就是讀書會，就講這個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其實這本書我們在之後跟大恩和楊師傅的節目呢，其實都會再講裡面的觀點的，其實大家記住了，就是呢我們有新的節目時間公佈呢，就會在 Facebook 和我們的網站那裡，就是 SINGJAI.hk 城寨的網站裏面就是公布的。如果你們想捐助我們也可以去 singjai.hk 裏面就有一個叫做捐款的一個 button， 你click 進去
就是一個嘅 PayPal 嘅一個嘅，唔係先先填咗自己嘅資料，咁啊，就係你要咩叫資料咧？就填自己嘅名字，就幾多錢嘅嚇電郵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咧就等一分鐘，咁佢咧就會跳入去呢個 PayPal 嗰度咧，就有一個確認。咁然之後佢就會叫你確認咁樣啦。咁或者我要交代一下，咁有朋友就去問啦：喂，其實你哋點會知道嗰啲錢就係捐俾城寨，而唔係落咗即其他嘅地方咧？你才不要擔心，原因就係所有入嚟嘅捐款咧，佢一你一 hit 咗話 click 入去呢一個 PayPal 嘅 account 之後咧，佢上面已經係有一個 identity 寫，即係一個 message 寫住咧，就係 donation to 城寨嘅。咁所以阿會計小姐咧，佢就自動已經知道清楚依筆數係會歸落去，原因亦都佢都冇法改嘅，即係佢。佢能夠改嘅嘢就係佢將佢退翻俾嗰個人嘅啫，就佢唔可以話去即係將佢入邊做啲乜嘢嘅即係改動嘅。咁所以就係咁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夠，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時事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其實閱讀、旅遊、建築、文化呢啲都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每個禮拜六四點到六點，城寨嘅三不管，我江永孫，我劉世良，同大家一齊發掘生活嘅樂趣。